痴呆症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而是一个通用术语，指的是记忆、思考或做出决定的能力受损，从而干扰日常活动。最常见类型失智症的平均寿命如下：阿兹海默症，大约8到10年。如果一个人在80多岁时被诊断出来，预期寿命会缩短15年甚至20年。痴呆症的10个警讯，无论你关心自己还是你关心的人，了解痴呆症最常见的警讯都很重要，这样你才能确保早期诊断。迹象一：影响日常能力的记忆力变化，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经常忘记事情或难以记住新资讯，偶尔忘记约会、同事的名字或朋友的电话号码，只是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这是正常的。然而，患有痴呆症的人可能会更频繁地忘记事情，或者可能难以回忆起最近学到的信息。迹象二：难以完成熟悉的任务，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忘记了如何进行典型的例行公事或任务，例如准备饭菜或穿衣服。忙碌的人有时会分心，以至于他们可能会忘记提供一部分饭菜，直到后来才想起。然而，失智症患者可能难以完成他们一生中熟悉的任务，例如准备餐点或玩游戏。迹象三：语言和沟通方式的变化，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忘记单字或替换不适合对话的单字。任何人都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他们想说的话。然而，患有痴呆症的人可能会忘记简单的单词，或者可能会用一些难以理解的单词来代替。迹象四：时间和地点迷失方向，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很难知道今天是一周中的哪一天，或者在熟悉的地方迷路了。你是否曾经忘记过今天是星期几，或不记得为什么要进入卧室？这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然而，痴呆症患者可能会在自己的街道上迷路，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达那里或如何回家的。迹象五：判断力受损，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没有认识到可能危及健康和安全的事情。有时，人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例如在感觉不舒服时推迟去看医生。然而，痴呆症患者的判断或决策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没有意识到需要关注的医疗问题，或在炎热的天气中穿着厚重的衣服。征兆六：抽象思考有问题，你或你认识的人在理解数字和符号的含义时是否遇到困难。有时，人们可能难以完成需要抽象思考的任务，例如财务管理。然而，痴呆症患者可能很难理解数字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征兆七：东西乱放，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将东西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任何人都可能暂时丢失钱包或钥匙。然而，痴呆症患者可能会把东西放在不合适的地方，例如冰箱里的烫斗或糖罐里的手表。迹象八：情绪、性格和行为的变化，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表现出严重的情绪变化。有时，人们会感到悲伤和喜怒无常，或行为改变。但患有痴呆症的人可能会经历更严重的变化，例如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无缘无故地流泪或心烦意乱。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恐惧、多疑、疏远他人，他们的行为可能与正常情况不同。迹象九：失去主动性，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对朋友、家人和喜爱的活动失去了兴趣，对家务、商业活动或社会义务失去兴趣是正常的，但大多数人会重新恢复主动性。
然而，患有痴呆症的人可能会变得消极和冷漠。他们可能需要提示和提示才能参与其中。迹象十，理解视觉和空间信息的挑战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在正确看待事物时遇到问题，或协调视觉和空间资讯。痴呆症患者可能会出现视力、深度知觉和运动方面的问题。有时，痴呆症可能是这些问题的原因，因此去看医生和眼科专家检查所有情况非常重要。如果你担心任何这些迹象，下一步就是咨询你的医生。只有合格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经过多次评估和测试后，才能确认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患有失智症。如果你患有痴呆症，你会怎么做？如果你一个人住，确定可以定期拜访你并作为紧急联络人的人。如果你有跌倒的危险，请订购紧急应变系统。考虑与职业治疗师合作。坚持熟悉的地方、人和习惯，取得自我保健、安全、保持联系等方面的提示。